我是花生，他是阿信，我们都是福基国小棒球队，我们每天都一样的练球，一样被教练骂。我们身高差不多，球速也差不多，只因为我晚他几个月生，我们的成就感差很大。我也好想像他们一样，把平常辛苦练习的成果在场上验收，但是大家都只会跟我说明年啊。我们七月底要参加 NLB Cup， 你又不能打了。参赛资格是9岁到10岁。我以为这一天还要等一年，我的梦想提早实现了。我是花生，我10岁，我打 NLB Cup。